欢迎来到 PVZ 资讯频道，只要发现一手资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，希望能送出手里免费的长按点赞三连。回归正题，根据植物大战僵尸2官方发布的爆料，无畏者博士试玩视频已经放出来了，还有一些小资讯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回忆这里最新赛季需要将游戏更新到 2.9.6 版本，旧版本无法进入，大家可以随时留意应用市场的更新情况。然后博士的一些技能之前已经说过了，这里就不再多说。还有一张被打趴下的画面，江头分离，这张是横版海报，画面和文字设计成近大远小的空间感，博士看着有一点憨憨的感觉。这个是成就系统调整，比起之前来说应该是更简单了，估计考虑到了我这种到现在都还没完成成就的玩家。那你们有没有做完这个成就呢？可以扣个一哦。接下来是一个重头戏，将近7分钟的博士试玩视频，我也废话不多说了吧，直接看原片。
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